我相信伊会演解演讲会正精彩，像洪先生，他一节他乌日站258分呐、啊、所以差不多3点才到嘛，因为他的工看完了，所以没关系，我们耽误一下，应该马上会到哈。今天这 speaker 哈是未来事件交易所叫洪耀南哈，这执行长，啊这个是讲出名的一些代志哈，这个那么他也讲出名了哈，就是讲。有真侪争议啦吼，有真侪争议吼，啊，当然伊个代志我着卖讲伤侪，稍等下吼，伊着大家会当听伊演讲者吼，啊，我嘛是同款吼，鼓励尽量问问题啦吼，有些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那咱咧受到迄个乖乖牌教育的情况，哎呀，袂破解破啦，啊，就是奇怪，伊个科学根据是安尼一搭吼，啊，因为政府对这种个真敏感吼，就我讲个。讲好的部分就是讲哦，安尼政府有诶好康诶，拢我都捞，我都去啦。啊，若讲歹是有点妖言惑众啦，吼，安尼误导民心吼，迄个无法个咧比起来吼。但是，我想他应该是也有一些科学的根据哦。啊，这个是我们最想要知道的哦，就是一些安怎预估啊，平上扣上，迄有咧 data 安怎吼。所以，现在应该会使问一下吼。来咱问看卖，啊，过来问看卖，讲啊，伊要靠啥食穿吼？啊，这是咩啊？对吧？这我会记咧，圣经内面讲先知都是饿肚子的嘛。那这个是先知，啊，这个是靠什么吃饭？这个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的哈。阿东呢，要不要来一讲哈？我们看一下那个今天摆《自由时报》写社论哈，我想这个可能就可以来看一下哈。以前一个华府观察台美非官方关系的迷思啊，哈，这个文章你们来把它打下来一下。好，这里是曹玉芬啊，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在自由时报，自由时报的记者哈，这是一个查某哈，但是应该来讲是，应该是公国语的哈，看起来这个啊，但是但，啊，你是啥？啊！你要介绍着？即东海华文的毕业，啊，民国74年毕业，啊嘿，啊伊有一个先生叫名叫戴宗仁，哦，啊对，戴宗仁，这个，他离婚啦，啊离婚了，好，哎，啊加油，你不能当海，哈哈哈哈哈，啊我75年毕业，啊，啊你当多少？老铁姐。好 ，OK， 好，这里啦。对啊，我把你讲的，我都过了。啊，本来就蛮开心，现在盖小床衣服的话，这个不用讲。翻译，等一等，哎，明天稍微远。对呀，这个是一种的观点，但是马屁啦吼，其实这也是台湾观点啦吼。其实我们的想法是安尼啦吼。不管你是讲国语也好，所谓讲国语的吼，所谓讲台语，所谓讲客话，所谓讲原住民的话吼，其实拢是台湾人，这基本概念一定爱有了吼，这是我们协会一概的宗旨吼，这就是台湾人吼。那好，我们把它看一下子吼，来，无论白宫啊、国安会、亚太之声这个麦艾文吼，还是国务院的罗素 Russell 吼，都在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台湾是非官方关系的吼。就是非官啊，那么美国跟台湾非官方关系哈啊，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话哈？好，来看看啊，这个已故哎，我来贴这些，那个笔啊，已故哈 AIT 主席丁大卫的回忆录啊，非官方外交哈，这个就在今年年月出版 AIT 来，好，谢谢，好的哈。伊伫苏州对美台实质关系的成就深感自豪，但是上面自豪的是非官方外交哈，但他也批评美国行政部门哦自我设限所颁布的对台政策太僵硬，应随实际的需要经常调整哈。那美国这种对台政策指导原则哈，这台湾 guidance 哈，是内部为了让美台关系跨起来非官方所做的规定哈。啊，丁大卫回忆所披露的国务院文件让人。得一归就近哈，在台湾的用语上，美国政府规定为符合美台的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未使阁称台湾为中华民国，
也袂当以国家还是政府来称呼台湾，只能单单称台湾为台湾，并称台湾的领导人为台湾大使啦吼。好，当然咱嘛爱了解一下背景吼。美国以前是承认中华民国哦，我们要去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哈。所以台湾伟杰中宪他承认中华民国啊，所以后来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已经把它创起来哦，创起一些撇步，就是撇步了哈。不能以国家政府称台湾，只能称台湾，并台湾领导为台湾当局。美台官员洽公不能在美国行政部门的办公室，只能到美国在台协会或非官方场所。因此，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跟台湾的官员为了洽谈所谓的国家代书，常在美国国务院旁的国家广场大饭店哈开饭店啊哈。不知道他懂我们这些钱大概是难打的了。那么，美国政府的规定，行政部门不能参加的双向联姻缘，所谓双向联姻，有人讲不知哈，这个是早期哈中华民国在华盛顿 DC 的代表处啦哈，就是早期底下哈，所以规定不能参加的双向联姻缘的活动，只能受邀去迄个代表处伊的处内面哈，伫家伫处内面做客哈，美国官员。美国官员也未当出席台湾的国庆酒会哈，其实是叫做中华民国的哈。美国国防部主任原来是老李斯，有一年随着美国在台协会理事夏新出席双十节酒会，结果被美国国院当成误闯丛林的小白兔，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此外，美国官员到台湾洽公必须使用一般旅行护照，不能用公务护照哈。克林顿政府1994年做过一次检讨，除了让台湾驻美机构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调整为驻美国台北经济的代表处，该名以往台湾官方代表可以到白宫国院之外的美国政府单位洽公，但是台湾的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国防部仍然每当地华府访问了，更别说踏进白宫了。好，好，这是叫做存在事实，目前是拢安尼吼。所以咱顶间伫国务院的时，咱的林德兴去国务院的时，他可以进去。可是呢，迄个中华民，所谓中华民驻美美洲美国，伊遐叫做北美事务协调处啦，吼，北美事务协调处啦，袂使入去。啊，咱嘛去参观伊迄个华盛顿地区北美事务协调处的办公室吼，伊就是一个大楼内底吼，啊，遮叫做一栋大楼内底吼。抗战呐、啊、吼啊 ，AITA 在头前遮啊，北美事务协调处搁行入去吼，所以是感动大楼内底抗战内底吼，所以比较互通款曲呐吼，啊，但是所谓非官方啊，伊设的迄所在都在租的大楼，都在设的商业区，唔是因为华盛顿 CC 是安尼四四角角吼，一个叫做外交的什么，所有呐国家级的拢伫这个考量，比如说咱几个比方啊，五权西路往南个大澳，东西南北都要一个四四方方的，所有的国家级的大使馆拢爱设伫这内底。啊，这个北美事务协调处跟 AIP 吼，诶办公室都爱设伫个外套商业区，外边咧他在咧做生意吼，爱伫个商业区，啊叫做非官方关系啦吼，啊各个部。好，虽然美国政府没有在公开检讨，但有些活动正随着美台实质关系在松绑。例如，美国的部长几个月可以访问台湾，在扁政府时代，为了处理台湾，莫建葛林和韦德林都能够密访过台北哈。双十国庆节不但搬了双向几天，美国官员也开始到双向演出席社交活动，只是维系的速度赶不上台海情势的变化哈。台湾内部的政治演变让沉寂了6年的台湾议题又再度回到华府的雷达荧幕，但美国政策有时真是莫名其妙，台海要稳定涉及北京和台北，面对中国，美国不断强调沟通和对话才能减少误判，但面对台湾却时常自己把自己手好，还有没有？没有啦，没有啦，哦 OK 好，这个所谓非官方哎，洪先生嘛，哎，让拍花花掌声。这样子。所以，
这就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但是咱嘛爱了解迄个中华民国的演变吼。到早期的时阵，是美国甲中华民国建交哦，啊，过来是台诶，美国跟中华民国有一个叫《中美防疫共同条约》哦，这个都是存在的事实。你别没错。可以哈，帮他倒个水哈，好啊，李姐姐，接下来开始哈，可以啊。但起码中华民国伊是建立，本来是叫正式的国家哈，二战的是战胜国，那战胜国递减了哈，递减伊是递减，啊就退出，都走出去啊，用离开中国本土啊，离开大陆，啊就一走一走，啊过来个离开联合国，个酸个酸。啊，即下搁摕，搁摕，搁摕吼！你到尾啊，即下你会看到去南京，你会看到迄中华民国的墓牌嘛，吼、哦，啊，诶，甲设一个字啊，吼，都当时甲当时已经结束啊。啊，即下目前走走走走走走啊，剩伫咱台湾吼，台澎金马，也是中华民国的。啊，美国无承认中华民国拥有台湾的主权，但是美国却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在台湾还有管辖权，这点大家一定要更清楚哦，这个是事实。那么美国讲的台湾，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包括中华民国哦，所谓台湾、台湾人民、台湾的公司、台湾什么什么，到最后还是1949年承认的中华民国，拢是台湾哦。那这些东西代表的，看伊变哪样，但是伊就是无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啊，你知影美国是一个真实际国家，美国人是真实际，所以你看伊的物件拢大碗不满，迄牛排你也去食拢足大块。啊，你知影，即法国的拢细细行啊，啊做真侪遐装饰。啊，美国你看美国车，哦，有人讲真歹用，有人真真介用，迄真大台，啊真实在，啊真用，即美国的文化。所以啊，但是咧。这东方文化，这中华民国、中国的这文化，伊是强调那个形式主义，爱假者哦，爱假，这是中国式的，就是爱假，啊强调那个外，那个叫做啥，外部的哦，爱往外边来有形哦，这形。但是美国是真实在，所以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伊嘛知影，目前台湾的主权还没有定下，这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民。还未准备好，哦，这一点是事实。再来，就是中国这的所谓毁邦啊，哦，这毁邦这的人，哦，他们也还停留在以前的观念。当然，起码跟以前比起来，佫较进步是啦。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咱希望伊迄，那个迄，那个强度哦，会递减哦，迄，那个迄，那个嚣张的迄强度会渐渐啊递减哦，啊这。我想啊，随着时间，咱台湾人民那个信心哦，对家己成为一个自己要建一个自己国家，那个强度也递增哈。啊，随着中国那个气焰递减哈，啊，随着咱台湾的诶，台湾人民家己强度强，啊，美国都承认了，美国都承认了哈，治理当局及阶梯的当局，谁要成为那个治理的当局，这种紧要性。是咱台湾人民家己爱决定哦，啊，唔是交美国。当然，美国对咱台湾有影响力，但是那个致命的影响力还是爱台湾人，这个是要很清楚。当然，这礼拜有人来问一个问题，真趣味的，伊讲打电话来，伊讲哎要，就刚好昨天，伊讲要参加台湾民政府哦，看好无？我讲啊，你若要参加，听讲啦，伊讲听讲哦，那是执政以后就会使领偌济钱啦，我讲吼，这我知啦，吼，这我知啦。是我讲啊，你敢要参加？伊讲诶，即摆若嘛诶，无做啊吼，咱起来先吼，咱台湾人执政诶，像我诶，台湾人执政甲林志正诶执政是阁无共款吼，迄拢无共款啦。啊，你无甲分分一谈，啊，要等领偌济吼，迄就他妈诶，我讲你若要参加，啊，你讲爱台湾无病未使，我讲政府啊。最好是来参加吼，台湾人权文化协会啦吼，啊是要参加其他拢无要紧啦，但是你着千万唔通去参加迄个什么建户什么建户哦，啊这个这可以理解，伊听了嘛欣然哦，因为伊嘛是讲问我就讲摕着我的名片啦，讲顶下什么台湾民政府有没有？我奇怪，迄我已经早着甲
铁热色桶焚化武大的资料，难道够由你瓦靠来流窜吗？讲每年偌济钱，我讲安尼这就淡薄啦吼。啊，因为讲的人我也知道，伊讲这拢无办法啦。伊讲伊等下因急症嘛吼，啊，当时伊就要急症，所以伊也免发啦吼。迄我知，迄是叫做吼，咱在做 sales 的话术啦吼。啊，但是这有的人就信啊，信啊，咱无解笑者，咱是知影。你要参加吼，有足侪团体当参加吼，包括民进党你要参加嘛可以，但是迄个独独什么政府要领偌济，迄你就千万唔好啦吼，千万唔，迄一定会落空啊，那是很正常的吼。所以咱台湾的问题目前的情况，实质的情况，咱台湾的主权是还没有定下来，因为在日本放弃台湾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要交给谁。那么台湾目前呢，是在那个中华民国管辖底下哦，管辖底下。但是呢，将来会不会有变化？我相信会变化，因为随着咱台湾人民的意识哦，愈来愈觉醒哦，啊，我想这代志会愈来愈好啦吼。啊，比如说我咧定来咧面试吼，啊，应征员工，啊，我拢问讲，啊，你住哪？你讲住哩？我啊，恁家住哩？恁家住？伊啊，你这厝奈？你写诶，迄地址奈？甲恁家正近啊？因为着隔壁啊。啊，恁家是无房间好住吓？伊讲无啊。我讲啊，你奈要住外口？你奈要住外口？伊讲诶，我来问啊，你是毋是有甲啊大厦？我讲你是毋是有甲迄女朋友同居？伊讲无啊，无你是要住外口？啊，我着大汉，我着住外口。这就是好事啦，最后，迄甲因家房间无房间，有房间无房间无关系。我就是大汉，我就是爱家己独立的空间，这是正常。随着这种的观念，这没有牵涉到咱以前的是大家拢爱讲五代同堂，过来四代同堂，过来三代同堂，即马要两代同堂，对吧？随着那个观念一直在改变，哦。但姑且不去讨论对跟不对，但是确实这是一个现象也存在的。所以你两个人期待五代同堂，哎，这个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第二个期待啊，这就是安尼，这潮流就是安尼的变啦吼。所以随着这种的独立的意识意志吼，愈来愈悬的时候，咱台湾这个，所以从去年的太阳花，你买单看到真侪只现象。在少年啊，伊要反，除了冠冕堂皇讲为了台湾独立、为了台湾自主以外，够一个要紧的，嘛是共款啊，伊要争夺资源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资源都给我家，像我们这种四五年级的、三四年级的掌控住啊。所以伊要争取我参与这个东西，啊，无拢家所谓的神败家，拢规个拢个巧好势啊。啊，因家己拢，所以因表现出来的。我将来我工课要安怎拍算？啊，我要食啥？啊，像即摆遮成败占据的所有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福利政策，啊是遮年金遮问的，拢遮人伫领啊，伫咧领啊，因遮少年领出去，而且又没有发言权，我都发言啊。没有不投票啊，所以这是一个存在的，所以人家的人就出来，我们不要说呛声，他们出来表达他们立场，这就是我们台湾一个走的时候很要紧来面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自己建国，我们也向这个目标努力，但是更要紧的，我们台湾自己的经济不要打算，我跟我们都走路过来，因为我餐厅欠人嘛，我就注意看，旁边的餐厅也贴一大间哦，真人哦，大概一百，行到头前只，要么大，给他争先回转寿司嘛，欠人欠干的，哎，啊奇怪啊，这不是大家讲景气无好，啊那大家拢在欠人，对吧？啊，看到咱的天师兄讲啊，大家都要做博士啊，大家要做博士啊，啊，所以这种行业未瘾做啊，哦，啊，北部就讲哦，你嘛好。好歹叫念一个博士吼，我就较辛苦，还是真侪迄种，咱莫讲对甲唔对，但是遐有遐真侪迄种的意识形态啊，十块，所以囡仔就哇计较，计较啊，遐老师就真好啊吼，创造一些学店啊，大家伫遐种种有无？但是实际上，
咱的实业企业欠人，缺人缺得很严重，啊，高不成低不就。那么，如果咱要建立家己国家，啊，你若无自主的经济，啊，我请问，咱的国家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咱要哪有？对啊，你无钱啊，无钱必无脸啊。咱会记哩，顶下有一个真好的现象嘛，真好的例子。顶下奇美嘛，咱的许文龙董事长啊，有足爱台湾吼，啊拢赞同。啊，到一个天都，伊的规模大，到一个天都的时阵，伊就去中国发展。去中国发展的时阵，温水煮青蛙，伊即马拢唔敢讲话，你有看到？伊即马拢无讲啊，无咧讲啊。什么原因？因为规模大，到一个天都一定爱去中国。啊，那么去啊，就叫我们冷缩啊。用塑料的哦，啊！你那中国的意识形态要这么强的时阵，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际问题。所以真侪人阿公阿奶奶安怎安怎，我感觉迄个构想拢真好。但是不能要紧的，咱嘛是爱就事论事，咱台湾家己变阿创，所以真侪代志爱改哈。比如说有人甲我讲啊，咱哦拢来推行台语文啊吼，咱讲台语啦，哎，咱卖讲啦，咱来讲咱家己话。这我想这是 OK 啦，这是绝对 OK。啊，咱嘛是爱练习，爱做啦。但是咱嘛唔通袂记哩，有真侪少年嘞，即摆习惯讲这话，你袂使叫伊拢爱讲，因为语言是种沟通的工具，你袂使讲这拢唔对，干这上对，不行，这个不行啦。就像啊，这中国啊，叫伊去台湾海峡过去，啊，咱这台湾哦，咱家己处理你的就好啊，就无可能安尼啊，因为这个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子。你也没办法讲这样的话哈，所以这是爱真清楚哈。所以呐，在做去教会，你着了解。人家有所谓诶，耶稣的时代，该法利赛，法利赛人就讲，我们这个才是正统的。耶稣讲唔是，所有那边的军队我，拢是我的门徒。哎，法利赛人无，我这派那是正统，我这派诶，我这派吼，摩西派，我拢照这规矩有处理哦，我这嘛。受这个割礼吼，割礼吼，吼，有受割礼啊，并且吼有受浸身冠吼，这是纯洁的。在其他的，那是外邦人，那个都是灭亡的。哎呀，所以就是我来讲这個，伊讲吼，反对我，相信我，对我认同我，就是我的运动。所以各位，咱得当了解，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新教的国家。伊的观念是啥物观念？你会当透过这个我刚才的分享，你就会当破破，你就会当了解美国人对种族的看法是啥物款。所以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佮一个新教的国家，凡啊愿意认同美国的，就是美国人。哦，所以咱哦啊，美国有足侪语言啊，因咧内底有足侪种啊，但是一个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伊嘛同时鼓励。各种的语言哦，同时鼓励蓬勃发展哦，拢有。啊，你若囡仔外籍移民来的时阵哦，嘛有咧，若较侪人啊，较侪人会晓讲台语，伊就找一个台语的甲英语的做伙教，也是拢咧辅导，咧保留迄个多元文化哦。所以咱会使了解这个概念。所以若有人过来讲，啊，你做咧拢无效啦，台湾咧选举拢无效啦，我会记咧顶下蔡志远甲我讲。蔡志远佮蔡明华讲，我拢在孤山记，迄拢无路用，迄拢无路用，你支持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是会当安尼讲啦。但是我就讲，你新台币无摕来无，你用新台币嘛是支持中华民国，除非你新台币卖用啊。啊，我知影你本来千万，你干脆拢领来来无，因为你足爱台湾的，所以拢领来无啊。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所以我们要 enter。进入那个体制，然后慢慢的改变这个体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参加体制内的种种活动，啊，咱有在这届政委选举嘛，哈，这届补选，我们支持的，我们一共支持五位，结果我们中了三位，其实几率也蛮高的，啊，咱支持五位，啊，有得三，啊，当然因哪只拍拼，啊，咱是五位人，先天上，比如说苗栗。还是缓不过来，那么南投我们去看那个汤火生哦，开始嘛变个，但是都迄水的哦，迄许淑华那个较水的，你那许淑华那个看起啊好差哦，哦都考考了，现在比较漂亮，啊现在比较，不过
咱要有信心嘛吼。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相信我会记细汉的时，搁较严重，即马已经是较无啊严重了吼。啊，随着愈来慢慢变化，因为咱人即演化吼，所以还是真个观念吼，咱是知影，但是突然间若要叫你一百下叫来做啥，咱会水土不服啦。啊，所以还是爱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因为这是咱人吼，咱人。比如说去美国，好，我们看很多就好。你现在住在美国，全部吃美国食物。啊，你美国人要吃美国食物啊，你那么不可以吃米饭，你都没晒，你也气瓜买来。啊，你还是爱慢慢啊，慢慢啊，哦，所以夹来吃，夹来吃，慢慢啊，夹第二代、第三代，也许就全部也在吃麦当劳、吃汉堡的，在规矩上哦。啊，伊逐天上厕所嘛，无问题。哦，啊，伊嘛袂爱去食迄炒青菜哈，伊嘛袂爱去创迄煎鱼诶汤粿啊，对不？啊，但是咱去美国，你入境随俗啊，你拢爱切掉诶，拢唔对，歹势就他妈的，是无法度安尼。咱会当知影讲，即个物件是爱慢慢来。所以随着咱台湾意识、主体意识渐渐提升，我相信咱自治建国即个路会愈行愈好啦吼。啊，目前看美国看咱台湾，都是一个自治体啦，哦。啊，最近有人讲，哦，我要来成立一个自治政府，其实迄种同款意思啦，哦。我唔知影，所以有一个教授，我卖讲伊咪讲，你这个自治政府有多少民意基础？给你多少一万人好不好？啊，再给你加十万人呢？你十万人的自治政府如何对抗七百万人的民意？立马就给他解释。你的意思讲，你十万个民意基础较强，啊，迄七百万个拢是错错，拢差差差。咱爱去思考这个代志，更何况这些人只有一百个人、两百个人，啊，你有什么民意基础？有啦，有种民意基础，我就是总理，我就是主席，啊，有啦，迄个算是。但是其他你也不敢拿出来用，因为那个也没有什么民意基础，哦。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那个观念就是一定要建立好势，不是讲这想法有啥物，是讲你一个做法的时阵，因为这美国讲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台湾人民来决定，啊有七百万人决定这样，啊跟两万人决定这样，啊你认为那个两万人的是正确的，啊七百万、五百万的这个错，无法度安尼想，哦无法度安，所以你若了解这個，咱就知影。这样推荐来真侪代志，地方的事，咱必须去关心。咱关心不是咱要执政，咱关心是因为咱住伫这个所在，咱一定关心。咱关心不是讲我将来要来选一个立委，我要选总统，哦，那个太权谋了，那个太功利了，那个不行。咱住伫所在，咱的所在，咱爱家己照顾，一步一步。我会记苏明先生在甲我讲，我讲你，你九十几岁啊？啊！你做独立是安怎做？讲你著一步一步啊！啊，有一天你无注意中间，台湾就已经独立建国，这啥意思？这什么意思？你住咧这社区，你住咧这拢无咧关心，还是讲有一天假设恁住咧大楼啦吼，啊，你拢无咧关心社区的事情，啊，垃圾嘛乌白蛋，啊，别人有啊，跋倒嘛拢歹擦，干那咧竞选主意，你看敢有人会选你？用不能来算，对吧？不能是电梯啊，拄着人，歪拍招呼，大行拢歪做，啊，干要做主意，有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哦，事实就是安尼。那咱社会代志关心，电影的代志关心，哦，至于你要要，你有要出来选议员，无选议员，迄另外一件代志，一定爱做，因为咱讲，咱爱台湾，咱就是爱南屯这所在，咱爱台中市，咱爱南投，咱大个所在，因为这所在。就是一个水的所在，啊，当然无够完美，啊，因为咱的存在，咱就慢慢啊、慢慢啊，甲变较完美。我相信，安尼就一定有够吼。好，跟咱个各位报告到这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摆吼用热烈的掌声，咱来邀请咱的洪大哥吼，将来将来给咱各位报告主要。麦克，来，啊，你有话吗？来，等啊。Thank you.
人，小人。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无？有啊。哎、欸，啊，你要介绍什么？今仔咱新来的人，但伊即摆做电脑，自我介绍一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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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摄拍摄，主持人。哎、欸，新到的是老的。各位咱台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哦。好。小弟姓陈吼，我是草屯过来吼。啊，叫陈义佳。那么，是阮因为老贵嘛吼，我拄啊，昨天招牌伊去做一检查吼，啊老贵，发现有老病，啊你做些个咯，啊拍一招呼。全家的楼顶了坐，啊！伊楼顶我拄着咱只客人吼，啊，顺便来学习哦。OK， 感谢大家。啊，看一下哈，路过经过不要错过嘛。不要，路过经过不要错过哈，可以，没问题哈。好了，好，开始开播啊！这样哈，来来欢迎。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我是未来世界教育所，哎，不，听到没有？嗯，这是2006年伫个政治大学成立的，啊，2010年变公司，哦，主要是阮做很多事件、政治啊，啊一寡事件发生，摕来做预测。哦，甲民意调查是要共要共，但是方法无因无啥共。哦，因咧民意调查拢敲电话，啊，敲电话即嘛手机啊、网络会普遍。一般人厝诶嘛无真实化，啊有人嘛未接到电话，吼、哦，阮啊即个统计上有一寡问题，就是讲统计是要来哪只人测出来，啊，大家咧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对年啊，这若干台湾民调都有这问题，全世界拢有这问题，吼、哦、啊，阮即卖就跳脱往为统计诶概念，往经济学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吼、哦，阮就往事件交易方式，下麻烦下一张。啊，我介绍一下，我目前伫未来服务未来性交易所。啊，我另外一个，我本来应该是等你介绍介绍，即个较适合。我本身伫个亚洲个国家担任国际选举观察员，诶，各国选举我拢在监督。我拄仔顶礼拜我去斯里兰卡拄仔转来，斯里兰卡咧选总统。哦，啊，去年我有去印尼大选嘛选举。位个东北亚就咱只日本、韩国、台湾、蒙古四个国家，东北亚，东南亚有十个国家，啊，南亚五个国家，啊，我沿头都拢走第二任啊，包括尼泊尔咧内田，我嘛去，阿富汗我今年嘛派人去阿富汗观选，哦、啊，就一个迄个中兴大学的教授，伊咧研究南亚，啊，叫我去年伊欠人，我来派伊过。要目前要去个就是巴基斯坦临港咧算的时阵，希望讲爱有美国护照的人才来去的，哦，因较不一样，哦，阿富汗嘛是做不一样的啦，哦，我主要是拢咧观察这些亚洲的国家选举，看伊民主化问题，啊，亚洲的国家选举吼做趣味的啊，因台湾来讲是，咱台湾经验非常感动拄啊好，哦，啊，掠着买票的啦，最第一份证的拢是做咩啦，啊，做趣味啊，就跟咱咧选举拢要讲嘛。哦，啊，就是发这多人国家这多，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在。哦，你若像我去菲律宾，伊个菲律宾无身份证，即做侪国家是无身份证的哦。印度去年才开始有身份证，哎，咱个人认为讲要是无身份证，都不可思议，伊就是无身份证。啊，所以选举的时阵，伊就是为迄个古早的迄个户籍资料拢摕伫遐，你若来报名，爱来咱查着有就落转啊。我等于等票，啊，所以伫外口就打，啊，有诶，迄个咱咧，他就名片咧大小，就是他个人的资料，啊，叫你去背一个资料，你去等票安尼，啊，所以伊等票拢爱伫个手指头涂个颜色，代表讲你等过，所以东南亚国家跟南亚国家拢爱涂一个颜色，那颜色大概3天才会消掉，伊就是要要小路等过去改票啊，或者等第二遍，好啊。因阿即嘛就是菲律宾，伊拢是小岛很多，较早飞票还飞三个，哦，伊就开出来，伊是欢喜。菲律宾一届选举还选落个一万八千个职务，
胃中痛、腹中痛、参议员中议员州长哦，你拢到底算了，帮你算一遍。哎，伊个选票都长个，都落长，我着拢发相片来，都都长个，爱互你交交交。哎，你开票开三个月，结果2010年开始就是要改选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开到好个时阵，哪一边可能政治可能变化，所以因开始用迄个电脑读卡，用电脑读卡。啊，电脑读卡迄个机还是中国做个。我说大家查看，我这一定出问题啦！啊，一台读卡机吼，还佫配两支电风，烧烧，我就一点吹，我爱变中国做个。中国无民主乃是中国连亚洲的民主吼，连输出发展规模做做个。包括尼泊尔吼，选举也变啦，抓啦，拢你拢是大陆产的，连要抓死嘛，拢中国送过啦。哦，伊连中国拢送，就送伊这物件，选举物件拢免送个啦。哦，啊，这经济嘛是因做个。哦啊。啊！伊咧就是爱开始，就是扫描了，啊就送啊！即卖大家怀疑讲，啊你到底电脑哪做个呀？送个去啊马尼拉中央的孙是咪？数字改过，啊临时抽5%的迄个投票数，投票数来抽验，够有共无？哦，嘿，啊！到尾哦，即届能顺利过关，啊无即届嘛差个，啊就大家都坐拢去监督。啊，伊有一个好处就是，伊会教会，因为菲律宾吼，伊本来菲律宾嘛是。回教国家，西班牙统治的时候，但又改过来，改以后西班牙统治48年，但改过来天主教。美国18年嘛是信天主教，啊，伊有一个省嘛是个回教。其实伊拢讲马来西亚啦，甲印尼拢讲的，迄阵拢讲的。啊，伊是过因统治的时候改过来变，啊，因西班牙甲美国统治菲律宾的时候，虽然改宗教，可以有民主，但是伊无分政党。因这总统归来拢是，就是原来的菲律宾的四大家族，用因的亲戚。啊，他在殖民的时候就是用家族统治因嘛，所以马可是啦，哎，奎诺，今天赶快去弄个家族啦，啊，是人咧分配变出来的竞争的呢。伊较无咧进步的观念较薄弱，啊，拢因这人咧竞争，拢咧家族咧竞争，所以因是有民主的形式，但是伊无进步的，无进步迄种竞争监督的问题滴，啊。菲律宾的那个选举吼，伊无咧抽号码，啊你讲啊无咧抽号码要来投，因为按照英文字母咧排序，所以你若是 A 就排头前啊嘛 ，B 排第二的，爱快乐就 A 排头前啊，所以号码足重要的啊，不生气啊，所以就号 E A， 佮排第 A 啊头前，哎，伊就是讲我安尼排，我号码排，啊你讲这选号码吼，嘛是刚刚讲只讲选号码啥呢？像韩国吼，伊就是讲。你若进党第一大党的啦，国会第一大党拢是一号，第二大党就是二号，拢免抽啊。哦。啊，无党的人才依照姓氏笔画，就是讲我你今要选举啊，哦，啊，国民党的上侪上大党的一号，民进党第二就二号，大连三伊就固定啊，都全部拢同款。伊就无抽号码问题，啊，不然就按照姓氏。啊，泰国是抽进党，进党政党最国家是政党拢爱强制。参与选举，你要参加进党个参与选举啊？进党抽出来了，区域合约甲进党合约是要共个。啊，泰国有一个制度个嘛，咱台湾拢无用。伊个选票吼，伊上面加上一个就是以上皆非，我拢无。以上皆非哦，拢无。啊，以上皆非，你若是半区个吼，5%，半区定算。啊，若区域个25%，嘛要定算。25%哦，就是区域，就讲这两个政党推出候选人都不一样，欧人来勾以上皆非，安尼定算。啊，所以也画这种画面的东西，什么？诶，牛的身躯啊，要欧人的身躯啊，骨头，不要让动物进国会。伊就说贵县党嘛，就是讲我就不要这人入去国会嘛。哦，啊，伊就使讲以上皆非。啊，这都目前印度今年嘛引进啦，就讲我咧选举时。就完全无咧关心，你看这都都袂歹啊！伊咱无有政党前置的时阵，这区域我无来时，我就可以勾以上皆非。哦，啊，像这种的这都了，我感觉就像不错。哦，啊，咱台湾就是进党伊种小法拢有咧小法，所以嘛无可能互你用种的进党法。哦，啊，咱台湾嘛是目前嘛是无进党法啦。啊，你若像韩国有政党法，政党法就是讲你进党啦，得票率无超过2%，注销。你就袂使有进党，啊！咱这无政党法，结果咱有200几个党，啊！200几个党，伊是用啥物来管理党？就是用小人民团体法、人团法。啊！人团法规定，你得要
就是像理事长啊、会长，两年要改选一次嘛，啊，可以连选连任，我的四年嘛。结果咱的党内底，就目前都大部分党主席都不咧改选，其实伊这样违法。你宋楚瑜，亲民党成立到现在还是他当党主席，新党义务人还是他，其实拢违法。啊，你发现党内拢唔敢来管。啊，你韩国就是得票率你若无够，伊就得注销。啊，你先顶，重新再登记再来。啊，所以政党的重组，逐渐啊改名，改来改去，因为你得票率无够，伊就过来啊。啊，所以他们韩国咧搞，为什么他妈是韩国党、新韩国党、大国家党、新世界党，而且要讲那党？你跟他名一改一改的，还改那党了没有？是不是开放我们的党？对，第三势力嘛，开放我们的党。啊，去这是因为印度开始在改变。啊，全世界一寡像柬埔寨是因为伊拢靠外国、靠联合国来资助，所以柬埔寨你卖看，柬埔寨是我了衰竭20几年啊，伊这都是跨国设计。哦，啊，因为全世界所以伊逼迫伊来参加，伊要选举用看。啊，但是洪森中我都通一党专政，这是中国你不太学的。哇，这有选举，啊，还一党专政，这都袂歹。啊，伊就是选，伊咧这都吓做趣味的是，伊就是选吼，选讲咱选总统票，比例代表制。啊，这个县呐30万人，要选五席，门槛就是6万。你若无够6万的，拢袂使参加分配。所以小党对拢有效嘛，爱过6万才落分配。啊，伊名单，伊咱咧进党的。比如分配名单，咱目前咱台湾就做封闭型名单，就是讲，你即马提供的34个名单，安尼就啥物袂使改。柬埔寨伊用一个叫做开放名单，我即马你的名单伫遮，随时在咱右软去报新的。所以伊咧拢先随时在右软拢先报新的啦。你的名无伫即下拢袂要紧，我叫他全死掉，我过来去报去。伊就我拢安尼处理。啊，所以伊20几年来，伊的得票就是迄个红色联动跟人民党。柬埔寨人民党得票拢投到4-5%，结果伊席次拢6-7%，选票嘛拢不对称。即个国家伊拢有伊民族的问题存在，哦，拢伊问题啊。但是伊拢大家拢咧很认真努力咧实习啊。你像哪两个国家全面拢是已经拢民主化，哦，但是大家咱亚洲国家是拢民主化，但是即民主化进步的时候，你门槛还无较固定，就大家过来学习啊。你像讲咱的双重党制，其实在国家拢是安尼，蒙古嘛是双重党制，斯里兰卡嘛是双重党制，斯里兰卡双重党制够较久，20年啊。整个亚洲的国家环境，佫一个较特色的就是中国因素愈强调。你像蒙古伊400万人，乌兰巴托占1万人口，啊，伊边界边防多啊，一个。蒙古人无几个，叫蒙古派军队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啊，伊边境家己顾袂了，边境拢中国安尼偷偷啊入来，讲家己去铺铁轨挖矿回去，所以对中国做防，因对蒙古人反中很严重啊。比咱想象更严重的是，你看袂到伊个中文字幕，你来讲中文，你来咧讲中文嘛讲白，哦，伊反中很严重，因为台湾中国人是要抢伊资源嘛，啊，又看内蒙规个拢是汉人。内蒙吼，你靠2700万人，汉人2000万人，伊个内蒙前又要独立的，马明讲伊要干嘛自治的党主席，像台湾啊，蒙古人啊，伊讲伊两个自治都唔敢讲，为什么？你倒人倒输人啊，你两个自治嘛倒输人。啊，所以蒙古很防中国，中国人你去蒙古，伊总量管制是蒙古人的1.5%，我先超过这数字。啊，基本上蒙古是拢较倾向韩国，伊较韩国高。伊嘛是1989年去波尔民主化开始民主化，伊第一个总统是缓和，为什么缓和？俄罗斯伫边境布防的核武器，啊，中国嘛伫边境布防的核武器，所以伊就是两大国中间，所以伊就缓和啦。嗯，啊，伊就非向伊嘛是来，伊就缓和啦。啊，蒙古人都少个啦，伊安尼一个月议员投到两万的，要2万票选一席。啊，2万票是啥物概念？就是一席的国会议员。像台湾的人多多，投票就多啊，人就少，所以伊是嘛就无偌好选。啊，2008年选了孙秀柏死五个，所以一届2012年就佫改，我来改电子化，因为
伊个幅员太大啊，嘛是台湾往家个我讲个电子化个。另外去看伊个牧民区个投票，伊个牧民区就是讲哦，啊，即、這个牧民甲即个牧民，从哪可能找一个大概15公里，或是取得中间点设一个投票所。哦，啊，伊去派一个人去在你顾你遐羊啊，啥物啊，你头咧投票咩投票，得转去。先爱帮伊服务者啊，哦，啊，佫有种个就是伊佫有提下一工。等下是刚引导各个政党的候选人，也用监票那里到底砸，去到府上家里投票。哦，因为不能行动啊，破病啊，现在应该先提前投票是投票箱带去家里头。哦，伊毛这种的服务了，就提前投票服务。各国拢有提前投票这种制度了，还是拢各国拢投票的制度拢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你像印尼的投票哦，印尼拢是。往一顶啊，啊，台票戳一个洞，台人头商品戳一个洞，就是表示对我伊啊。啊，伊看到有啥物要戳个洞，看到无电啊。啊，印尼拢无电，起码你若戳个洞，拢伫户外嘛，对着日头看，一看就知上。啊，这就是用文化传落来啊。啊，你像日本，伊就签名，诶，日本势力较大，你只要签一个名，伊会判断出这人啥物人，伊就可以啊，无一定爱签签名啊。哦，你讲哦，我林家龙，我敢画一个龙，啊，你讲哦，这个林家龙票，伊就你画一个符号是签字，伊就讲啥物人，伊就先判断。好，啊，这样签名，这就讲我做出名的，讲即摆大家拢有咧签名。啊，因为泰国政变，泰国吼，因拉因就是因拉因这因这做出因拉因那样就是塔信，塔信这就是有淡薄华人血统，看到塔信伊就是讲清迈，因个清迈家族爱最经常。啊，去美国受训，啊受训，看到电信业袂歹，伊就等于就去打建国是伊啊独家，伊就泰国电信就是，啊变做钱，做钱就开始支持经济，你唔感觉，哎出来出来出来选举，以前泰国电信嘛上无影啦，出来选举，啊出来出来出来，啊伊就开始用全制度吼，农民都支持，30块泰铢看健保，每一个村吼100万的什么急难救助啊。因为农民拢支持伊啊，啊，军方咧，甲精英迄种民主党的拢是要甲精英阶层的支持，啊，因是三者较侪啊，所以嘛，选袂赢伊啊，选袂赢伊嘛是讲政变来挂落来啊，啊，即嘛真正就不来啊，不来了，伊即嘛想一个方法就是讲，选票爱用签名，伊讲袂使即嘛无收无买啊，即嘛要更改就是你要支持哪个候选人，要签那个候选人的名字，意思讲农民较袂唔捌伊。因为降低农民的投票率，即摆就是讲，即摆大家拢在想，就是拢讲，因泰国伊都袂晓讲，袂晓讲像中国讲，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哦，中国拢在波兰解讲什么中国特色，对无？因为想一个，伊袂甲美国去讲个话，伊就想一个中国特色啥物件。哦，啊，因泰国伊就讲要讲签名。哦，啊，即摆在讨论，因为美国开始施压泰国讲，哎，你即摆咧伤久啊，爱紧选举啊。啊！即款军方就开始最后最刁的嘛，伊咧想办法想空，就是讲要咱发民主化，各位你先讲话捐款，吼、哦，伊要来怎么捐款？诶，泰国伊也无台，没有台风，没有地震，吼、哦，啊，可能政变，吼、哦，伊啊，但是政变袂，你两较早拢袂死人啊，即几年在，较早拢袂，较早可能是军人来帮泰国头前讲，因为政变就政变咯，较早政变就简单咧，啊，即款政变较无遐简单啊，即款要动员军将，因为。他信他赢他有群众支持嘛，所以他会动员群众。他因为动员群众，因像这个，他信他赢他就是红衫军、青红衫。啊，那精英跟军方伊就是太皇拢黄的黄青红衫，皇帝拢穿黄的，所以就黄衫军。所以因的穿的衫有差别，就代表的族群。啊，那黄衫军咧要抗议时，你用到底找个农忙的时。就是北方的农民袂使去买书，你看伊，还好在，但你无闲时再来征兵，因为大家拢安尼做生的啦。哦，啊所以，咱规个整个亚洲的民主化吼，基本上拢还佫一段时间。哦，啊即目前看起来，这都是唯一就是讲会使改变军这种的政变啊，革命啊，朝代替换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有一个民意的出口啦。哦，啊当然。中国一直讲要寻找一个中国特色，但是基本上跳脱不了，嘛是要回归到这个系统，只是外省人的尔，哦，伊外省人讲，干阿这个方式会使来改变的尔。
啊，但我大部分啊，伫台湾啊，我咧选举，我拢伫各国咧观察选举。哦，我另外一个，这是志工的工作啦。啊嘛，出去出去，啊，就个嘛到处摸看。而且，因咱台湾、日本、韩国，因属于它亚洲里面民主比较先进一点，经济比较好，所以阮这三个国家费用大部分拢是自费。啊，所以基本上靠不了去参加，所以阮就家己较捐款，家己参加。哎呀，啊唯一这组织里面是没有中国参，中国没有可以干涉我们说。哦，一个中国原则把我们赶出去的，好不惊喜我了，因为你跟你无算计嘛，所以伊嘛无款嘛，伊嘛无教你嘛。哦，啊是讲是讲，要去斯里兰卡有较趣味的是，斯里兰卡2005年选举是咱班的，整个亚洲关系是咱班的，即届嘛是不邀请咱们班，结果去的时候，军方根本以一个中国的名义，本来我们是中选会官选签证，把咱取消。一个中国台湾中国的官为啥呢？啊为啥我们变？就跟他开这钱用观光签证的了，那是无啥差。第一个伊就难取消我的官选签证，好安尼。他斯里兰卡哦，尽管嘛官选掉，等下我做另外一个中兴大学一教授，伊嘛搁伫底下咧做事后去观察伊呢。斯里兰卡吼，伊这国家是在跟台湾同款嘛，做地统，伊是比咱台湾两倍多，人口数2000万，伊都是印度上的卡。印度伊是佛教国家。啊，人是在跟咱岛都亲切，啊，亲戚很干净。一个岛就在这个大陆的旁边一个小岛。啊，台湾哎，看起来是都没有什么高山，哎，就产一小我们一个西兰红茶，红茶。哎，他在18世纪英国人在殖民他的时候，英国殖民他的时候，从印度引进的，哦，印度引进的印度人，引进印度人来我们，印度人哦也卡高。啊，英文能力比较好，来管理斯里兰卡，外省的啦，为印度文进人来管理，我十几趴。啊，即马来，即马来管理的时候，你是咪一边统治者？啊，英国人殖民独立了，这的人十几趴的，在北方比较靠近印度，伊就说要独立。啊，斯里兰卡人大概占了70-80%，全部都是佛教，他怎么可能说，啊，这是我们的家族，可以让你独立？啊，开始求法。内战，啊，他因的是迄一定个印度人塔米尔人，他伊嘛判曾经最多攻占了1/3的整个斯里兰卡的土地，啊，到2009年，他们把那个塔米尔人哦赶到一个他们底下伊兰这个岛的东北角，一个西湖700人哦，危险，全世界拢无好啊，伊就跟你怕赢啊，结果这个斯里兰卡人。政府就搞袂上，规拢啊屠杀，伊拢个屠杀700人，规拢屠杀。啊，所以就是伊就借我的钱，全世界拢抵制嘛，借我的钱。啊，所以借我的钱，只有向什么中国借。所以这把斯里兰卡，伊就是中国的斯里兰卡，新的殖民者跟中国，伊来中国借钱，70人民币，利息6%。啊，所以因嘛，选民就讲，你这6%就是黑黑箱嘛，到底是老天找你去这些现在的政府人的口袋里面，机场，啊，高速公路港口拢中国起的，啊，港口新的港口一个商的，一个军的，中国的几万军舰啦、潜水艇拢来，在遐来接。啊，气候的这内底土地够上，只来属于中国永远的，永久持有。所以中国问题的生意哦，它是严重的啦。今嘛反对者就讲过来和他签跟中国签的这些合约了，哦，签在合约，结果算到总统了，伊嘛是感觉讲，中国过去签的伊老不承认啦，伊老要盖合作，因为伊跟印度的相接近，所以反印度很严重。哦啊，印度的两些渔民的捞又过界捞鱼被抓。爱都在走私在那去，爱即摆伊个军舰啊，飞去阿斯兰卡，印度嘛抗议，感觉中国会失已经进入那个印度呀，哦，啊所以这做处理代志，啊所以这总统嘛率领说，你就放了30几个印度的渔民回去，嘿渔民拢被抓到拢判死刑嘞，伊拢走私啊，啊什么贩毒啦，就以什么名义啊，哦啊伊嘛抗议中国，所以
整个中国跟印度，其实在整个我们在官选当中，南亚是足顶尖的，包括不丹、尼泊尔。不丹也、尼泊尔，这燃料啦，就是烧煤的，有东西为印度供应。哎、啊，你说一度请中了，印度就来挑战。所以拢伫这边境拢伫咧争夺，中国、印度其实拢伫国际上基本上做两重要的台子。啊，所以这是整个环东的观察，这亚洲的整个选举啊，当然，这关键组织上早是伫亚洲的做人权组织，啊，人权组织了也感觉讲。很多反对党被抓，在监狱在不公平的，而且从整个人权组织跨到选举，能够尽量能够要求公平公正，而且监督各国选举。啊，目前在亚洲关系有三个组织，一个是万，啊，佫一个是欧盟会派人，啊，佫有一个是美国卡特基金会。美国卡特基金会是其他多国家都会去看，台湾邀请他来要给付他钱。啊，就顶一届嘛，咱台湾嘛一寡。偏民进党的系统的人朋友嘛，去邀请伊来看，会惊讲选举无公平啊！哦，会去邀请这個，啊，你一个是邀请美国卡特基金会的人来做官选，哦，啊，这是阮伫台湾的组织啊。啊，另外呢，我长期拢咧做民意调查，哎，哦，是。啊，今日大概我是要介绍到一重点是啊，再下一章。阮这个交易的方式啊，未来世界交易所也交易的方式哦。阮是未来先交易所的时候，咱过去人拢会问讲，啊，你要支持啥物人做民调？啊，阮即嘛毋是，就是讲伊上网来，就是讲，哦，阮在讲，比如讲2016，民进党甲国民党选总统，哦，啊上个调，啊，阮的介绍就是0到100价钱，啊，你来甲阮民进党个调，你就是从0到100往上买进，哦，啊，过来先算，假设民进党最后2016赢啊。假设你50块买，啊，你拿最后赢，我们是100块，减掉你50块就是你的获利。我来干嘛？公平动没掉，我就把它放在没掉，啊，最后清算是你。哦，我那是用筹码了，用点数筹码的，用集众人的智慧，大家看看，来汇整成一个数字嘛，来判断上一条上没掉。哦，多少出钱的嘛？讲就是跟这你刚刚五十，你博算。我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公布就是五个，对，就是民进党三个，国民党两个，啊，但是南投较近，是较接近。哦，我咧定时会去公布一个，哦，啊，所以基本上我是感觉智慧藏在民间啦，所以我这是叫做是群众的智慧啦。好，再下一页。哦，啊，这就是。要经济学期刊的，对，根据阮这个阮这种的预测模组，已经有20几篇的要期刊经济学期刊，其中内底有4个是诺贝尔得主奖。啊，上早这个上早这个是1988年美国爱华大学开发的，伊就是开始来做这个预测市场，所以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我这个预测就是在领先啊，即时连续长期。我基本上我就是，就讲我2008开始预测2012，我2012开始预测2016，它可以预测连续4年，每天24小时，啊，才刚在照。啊，这是美国爱华大学，那比较1988年跟2004年，所有的美。就是网络民那时候的那个民意调查，台湾预测市场的比较，按你台湾预测市场的准确度超过74%，哦，比民调高准的对了。啊，恁之前1999年爱华大学嘛，根据台湾成绩嘛预测啦，一准年就开两个合约了，就讲台湾总统上个调，第二个是讲他们主要候选人的得票率。啊，第最后三月10号，这叫个查无。第一组合约陈世美当选 GDP 55%，宋楚瑜38%，连战20%。现在有投票权了。啊，弱点型的得票率是陈世美39%，宋楚瑜37.5%，连战26%。从美国预测台湾选举哦，几乎一模一样。你到了民调股啊这边，啊你实际的，啊变啊到了39.3%，啊伊美国预测39%，啊宋楚瑜预测是37.5%，结果39.8%。最后连战预测是2%，那结果是2.3%，几乎比美国这种完全被预测到啊。
前除了这个是爱华大学，基本目前美国已经给他可以用现金来做买卖。啊，爱尔兰基本成立一个，啊，过来的是一个是，这个是做运动的球类，这是日本软银投资的啦。啊，这个是好莱坞在做什么？好莱坞这个在股票交易市场，这个就是做好莱坞的电影票房预测，导演的身价，演员的身价。啊，过来的这些看数比起美国。也做反恐，2003年把去预测上做反恐。啊，今天是去年七月吹到的一个新闻，就是讲台湾是全世界十大安全国家，结果大家拢跟他看这足爽的，结果啥物人公布拢无知影，这是 FBI。大家想奇怪 ，FBI 来公布这個，哦，按怎讲来讲，伊就是美国吼，伊曾经两个国土被攻击两个事件，第一个就是珍珠港。第一9911，啊，珍珠港事件的时候，因去分析的讲，因有先知，日本人不来攻击，爱是讲珍珠港的是珍珠港里面住了80000个日本人，应该是当地日本人会去破坏他们的经济，所以因大部分人拢集中，占顶毛集中，结果攻击者从外面来，就讲因有先知才是判断的问题啊，有先知在传送。日本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一定是有准备嘛，就一定有情资嘛，啊，就是资讯不能上当。啊，911嘛是伊嘛做情资诶，迄个伊就感觉判断你嘛，知影讲到底是怎么判断的。所以伊即嘛就是打美国全世界的情报人员全部出来预测，伊嘛开讲哪个大使馆容易被攻击啦，哦啊，开这种诶哪个国家最安全，哦，情资人员进来预测，上准的啦，哦，用升迁啦、放假、奖金。来鼓励你，好把资讯的流通扁平化，扁平化的情况，我怎么让他们能够预测更精准？他们层层资讯传递时出问题。啊，今天就是政治市场，这美国国防部一嘴，哦，一个是2003年，啊，打这个什么靠危险的地方来做预测啦，好啊，这方法我最带你外报告这个案例。啊，这是好莱坞在做票房，哦，啊，导演身价、演员的身价，并且预测。啊，今天是我咧给你2014年的预测。今天预测是今天网站是联合报做的，联合报一打，联合报、经济日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TVBS， 还有新闻，还有我们把它收了预测。就像联合报已公布了12个，啊，准确度中了9个。嗯。啊，我们是22个县市，我们都有公布了。22个县市，我们中了18个，哦啊，另外有2个它特殊，有新竹市加嘉义市，当选几率都是国民党赢，得票数都是民进党赢。嗯，就是讲，我这里我啊过来的另外2个就是，又金门加桃园，这2个是没有预测到的，其他的都在我们预测，啊，这里热报已统计了，啊，再下一张。哦，啊，这今天是苹果日报，啊，苹果日报都出名的。苹果日报，伊是要预测6个，啊，叫对五个，6个就是6凸嘛，吼，啊，对五个，啊，伊基本准确度不要啥。啊，苹果日报伊是怎么做？用语音，所以民调你感觉你语音上面做的，伊拢无加权，上面拢无咧卡伊，用语音啊，就给你哦。目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连胜我，请问支持谁？按一柯文哲，按二连胜我，来。连着伊就拢做语音了，结果伊一概上出，做民调里面伊两个伊就无会上出，啊，啊，而且，今天是要《中国时报》预测八个两个吼，啊，这个要看下一页，啊，而且自由预测高的就7个，看过来 ，TVBS 预测10个就7个，过来，啊，而且新新闻预测22个就17个，过来。啊，这一关嘞，一关关预测22个中了18个，哦，啊，就是有4个，我拄仔讲过，就是新嘉义市、新竹市，我们没办法判断是当选几率都国民党赢，得票率都民进党的小赢，啊，啊，关键是桃园，我嘛无预测到，个人话者就是要新金门县，哦，啊，这4个稍微有就18个，哦，啊，这就是用预测的方式来预测，哦，啊，啊，这是针对6都，这种媒体都有报道。好，下一个。啊，这是实际我的预测，你家啊，实际结果你家啊，这个媒体也预测
哦，这57，还有这42，哦，下一页。好，我买郁金光顶盖嘛，2012预测党主席选举当碰算，啊，那时候挺冲挺起的，咱也掉，啊，这嘛无虾米啦，啊，下一页，啊，而且2008年总统的时候，个谢长廷跟马英九，大概100天前，谢长廷的得票率差不多几级啊？后来马英九的预测跟实际上有点小落差，啊，而且是大致中符合整个结果，啊，下一页，啊，而且2006年，这实际的结果，我的预测几级啊？TBS 啊，中国时报年代，哦，这种打龙落差更远。好，下一页。哦，这陈菊跟黄金林的成绩也弱点。好，下一页。哦，我们的预测美国总统龙五里跟奥巴马。哦，这是奥巴马，那是龙五里，后来在提早预测的时候谁会当选？啊，这两千空杯你美国总统的动算，这是奥巴马，这马看。啊，下一页。欧盟预测韩国啊，韩国朴槿惠会当选。下一页。啊，我这个是关照讲的连续，从2009年我就开始预测马英九能不能连任。啊，这个事件继续纷纷的来，告示每个事件。你讲，我这预测是每天24小时都在交易的。哎呀，下一页。啊，这个是我目前我的上大问题，开始就是2012年。这条是蔡英文，啊，这条是马英九，啊，来到这来到这的时阵，啊，这条送出去啦。中选会讲，较早拢发官员讲，2012讲，啊，我这是民调，叫我袂使预测，讲我是刚发50万，啊，我来这种选择，啊，我我50万，啊，就规矩就歹算啊，哦，啊，我就没有预测，啊，没有预测就截止，截止，刚好两个人有出入啊，有出入了，不然马英九赢了嘛。他说网络上就会留到一个，哎，那，啊，你不是预测蔡英文会赢吗？哦，他说2012时间走空，啊，给你今年又再来一次，一个玩赌博，好，为了来搜索，来搜索玩赌博了，好，哦，啊，就讲会启动火箭问题啊，他讲出来玩赌博啊，你们给你们预测的民进党会大赢啊，哦，啊，后来也是没事，哦，啊，当然你这把的。今天的选报法53条有关于民调的说，你要有抽样样本母体。我来讲，我这种已经没民调啊，我都根本都无抽样啊。我们为了我为了讲，我母体都来，我无啊无母体啊。我有预测马来西亚选举，啊，马来西亚选国会嘛，220席，啊，我就讲执政党120席，反对党90，啊，我投票之前我就开记者会公布，啊，佮空出来执政党122，反对党89。啊，马来西亚的媒体跟大学，马来西亚大学的洪蒙啊，洪蒙了，人家问讲，哎，到底有偌济马来西亚会员？我讲无咧，我无马来西亚会员。哎，我来假期，你无马来西亚会员，你我预测我咧选举。好，啊，后来伊就媒体写出来就讲，哦，马来西亚都侨生在台湾念书啊，喏喏，后来其他就快点在想。所以我们的会员跟母体在哪里都不重要。所以就这样的一直来讲，你到底是会员，你到位，你台北市无？啊，我现在预测在台北市。哦，啊，这就是跟一般的民调较无同的所在。我嘛预测澳门的选举，澳门选举制度足复杂，啊，佫无知名度。啊，但是要来预测，阮预测因有当选14个，阮公布了13个名单，一个还不到稳当选，结果中了12个。因为我这个东这个制度是要奖励，说澳门的时候选举，我们提供一张机票。啊，不胜的人就家己去上网去找资料啊。你赶紧下单，然后每个人找资料，然后资料不是我们找的，都是会员他去找完资料来下单。你要有资料，你才下单啊！不然那是筹码，那是筹码不对啊。好，下一页。啊，这是相对全世界，包括各大使馆啊，媒体用我们的报道已经超过4500篇。啊，这些嘛是做出名的案子的施工。2008年马英九一上台了，伊就讲要签订两岸观光纲啥签的。7月4号开始哦，7月4号，哦，迄年大家拢开始云南车买落啦，啥物拢会开落啦，就讲观光客要来啊啦。迄年安尼算观光客拢有超过，这是时间表哦，下一页。啊，这另外就是，咱过去吼，咱台湾有啥疾病，就是登革热肠病毒哦，流感。啊，过去现在统治功能也不能流行的是依照病例回传。啊，病例今天摆病例3个，
比同年两个增加，你看哦，不一样嘛哦，哎就不一样。啊，结果我们这个他委托我们这个做预测，连续52周，由医生疾病管制员工来做预测，比他们的预测提早2礼拜。好、哦、啊，当然这是有奖励的，疾病管制局奖励一些参加者医生，第一名是台大骨科医师。嘿，骨科医师可能赢赢，他刚起来教育。按怪两个是疾病管制局的，那小员工，那经理案例的，那各位长官委托完掉讲，以后就问他们这两个小员工就好了。哎、啊，学者的讲，啊，我这平台你可以去问伊吗？其实的是咱连出来就这里讲，其实有资讯的可能在第一线。啊，长官伊就回问讲，第一线各位你怎么看？啊，我是提供一个平台给伊，你才讲，我还是教育。啊，这嘛关心啊。即嘛，其实呐，疾病管制，伊拢即嘛，我往即方面去落伍啊。像个就即嘛，讲大数据，伊个 Google 吼，就讲上来查感冒两个字，伊只要查询两个字的弱点区域，才讲哦哪边可能要有流行感冒。所以即嘛，大数据的概念就是讲，大家使用者身上就会发出很多讯息。伊个感冒，你想要上网查讲，哇、哦、感冒是咩？弄，你去上网查，啊上网查就讲哪个区块最多人查。表示这个地方开始在流行。好、哦，啊，这里完不追根子的案例。好、哦，那、啊、这个是要流感把它做成趋势图来。啊，我的会员目前18万人，但是他的89.1%是来自台湾的，4.5%来自中国，3.6%来自美国，还有香港跟澳门。像我怎讲，迄个我哩要开放观光客，啊，我就。7月4日开放，完了8月份开个记者会说，到年底观光客不会超过10万人。结果媒体不敢登，以后怎么算都超过50万，怎么可能不足10万人？一天3000人，安尼算咯，已经超过50万人。啊，结果到尾啊，那一年的观光客只有98000。啊，你讲唔爱讲啊，数字哪来？我嘛唔知，迄个大家来交易的啊。啊，相对的是搭配嘛，就是讲大家算嘛，你到最后的航班。你一天航班嘛，就一些分几只，啊，你有整个我们的饭店在有多少？业主拢都清楚个代志啊，唔是讲你一天无3000人来，伊就我讲一天去写3000人，我就载过来，迄种有问题的嘛。嗯。哦，我很喜欢我们提前在8月份就公布说，今年的陆客来台不会超过10万。好、哦，啊，这里是做整个事件的一个预测，你讲我弄个啥未发生的事情，提前来做预测。哎，好，下一页。台湾医生人怎讲的？这是我们公开跟封闭，封闭的程度啊，美国国防部的伊个特定对象。哦，哎，我像我买针对就讲学者，去研究中国问题啦，来预测中共18大人士。哦，这就已经出来预测了，民众弄黑箱作业嘛。啊，我来学来研究中国学者啦，啊，这个封闭性，啊，大部分拢是开放的，这是众人的智慧。哦，啊，来大家预测，啊，像我去年。2014年年初，我有讲，哎，讲我预测蔬菜、水果、猪价，拢水果拢预测，猪价开始起起来了，哎，今年是不是猪价会涨？好，那些70万的话，长期用来做预测，货币的经济以外的，它占比较大的部分。啊，这一本是我们的书，我们的经验的汇集。啊，这一本是美国爱荷大学也整个。预测的经验，而、啊、且中文版的，然、啊、后基本上就是讲，其实人常来讲，不管是即嘛系列大家拢讲，其实民主制度就是一种群众智慧。嗯，咱是嘛导去讲我意思嘛，民主制度就是一种群众的智慧，大家你导去大家拢讲哦，每次开出来的结果拢是大家都很满意。哦，又给这个党教训一点点，又给这个党怎样，大家拢在解读讲，其实人民的智慧是很高的。哦，每次选举啊，选举的是以群众智慧展现。啊，即是讲，迄是交易是不能修正。啊，我叫我是随时可以，很多议题你可以看不对，你还可以买，还可以卖，随时来修正。哦，而且即种的其实就是我咧杜拉讲的，群众智慧在我们的展现在价格上，基本上就跟民主制度是一样。哦，啊，群众智慧其实很多智慧都在群众的脑海中。我那个可以不可以上网？可以。你帮我上到那个未来事件交易所。我俩这里就做吼，为啥？哎呦，迄个真正迄种，我感觉我在开一间人力中介公司，迄种足厉害，我们来人家那边，
这个吗？过来。因为拖过呀，拖你哪去耍？哎，你因为拖过一点，啊，你帮我登，我登录账号。啊，登录账号。好，夸张哦！我就每个月排行榜，每个三十天呐、啊，月排行榜、季排行榜，起码最近上的刚排行榜第一名是叫阿满，也获利点数，我一进场胜前1400场哦，准确度高得高。好、嗯，而、哦、且、啊、一千几场嘛是高得高，这种准确度拢管的，就是讲，伊这有咧教育人哦，拢准确度拢给他管的，表示讲。伊是拢有大家拢做主，大家拢有智慧的，啊，大家拢有咧研究的。我们是讲讲哦，盲目的咧下咧做下班而已。啊，你可以帮我再回到第一页。第一页。啊，这个好诶、欸，这个。这个。对。好，往下拉一点点。啊，这个好，你看点政治好了。好，来。看完这个就好，就国民党就好。再往下，江宜桦，啊，这是骨这就是2012年的营业上去啊。哦。啊，我预测到2016年，长达4年。啊，朱立伦，这就是有人边啊，这就是有这么挂单数字跟价格要买卖。啊，目前是50块，就是讲朱立伦被国民党提名的几率5成，啊，目前上悬啊。啊，第二名是王金平33，第三名是吴敦义24。啊，价钱没有超过60。基本上我就跟我不笃定说他会被提名，几率就没像是一半一半嘛。好，你说朱立伦也是国民党里面就是声势机会上好的，但是还不一定会选、啊、就是不一定还会选、啊、你像民进党的价钱蔡英文都维持到80多，赖清德都个位数。好，你就跟蔡英文很笃定的是他会被民进党提名。好，而且后来我们就是判断就说哦，这目前朱立伦的计小他是100，他是声望上关的是还没有过稳，我们判断是这就是60块为标准，60以上越接近100，我们就感觉他的几率越笃定。好，我们就是 用这样子的判断 的方式。啊，我也是我像我也在预测美国共和党啊，美国民主党，他们也在筹算啊，也候选人。好，啊，这东西啊，这种也假设条件，假如民进党提名苏贞昌，国民党提名朱立伦，啊，什么情形？啊，的前提条件说，啊，我们一定的预测的品项，再回到第一啊。我的品项预测到2000多种，啊，就财经是上最难预测的，这石斑价钱，石斑鱼的价钱一定都不落落呀，啊，柴油价钱上涨。我这种等级的各个物价了，拢有咧做这种预测了咧。好，简单的应该跟各位报告到这边。好，你若有闲再来上网看看。好、啊，我们这个网站关系起码采收费制。哎，因为怎么收？我就是年费100块，要月费啦。
你过去伫政大时，我是不收费，好、啊，不收费时就是，我就卡哩中选会讲个，就讲，你这预测最后十天一定要关闭，一定是公开，就是他不能公布民调的时候了。而、啊、我们说我们收费就是采封闭型，我们采封闭的是公，我没有公开的问题。他、啊、说今年2014年大选减掉就改由我们说我们是赌盘，你讲你收钱，我就收一百块。你讲我就收一百块，什么是赌盘？哎呀、啊，伊就避开这个问题，较早是阮，因为拢无收钱啊，所以伊就讲，伊较早就讲，哎、欸，你们那个这叫民调，啊，我就为了规避说，我们这不是民调，所以我们也不能十天前，我们应该可以交易。结果就讲，哦，啊，你们这样也收钱了，你们这是赌盘。好，简单跟各位报告，好，谢谢，谢谢。还有精彩哦。哦，卖了够济，卖了够济，来，赶快 Q&A 的时间吼，咱即个真好问个吼，即一定爱问个，甲问我会倒无吼，问我会倒无，诶，嘛会使问我伊有啥物迄个天机吼，天机，看会当泄露淡薄来好了，来，真啦，来，好，来，快点，快点。哎呀，黄教授吼，真感谢你演讲。啊，未来证券交易所，你讲起码开始 member 年费是100块，月费100块。啊，过去是无遐，啊，过去计做唔着，变成用虚拟货币。我起码嘛是虚拟货币，就是你交100块，我嘛是用1万点的点数。哦，啊，如果是这样子，我头啊听你咧讲，我是有一个争议，是讲。您好像我讲的唔知听的迄个心得唔知对啊唔对啦吼，用您这个交易就是讲用交易者就是那迄个那 information 那资讯的诶迄个收集者嘛吼，啊然后咱用投注的价格吼来表示迄个事件未来事件的迄个诶概率 possibility 嘛，哦这应该听起来是这样子吼，啊如果是这样子啊再来你们因为你有讲吼。透过安尼长期间的登记啊，滴滴做吼，啊有适当的安迄个奖惩的办法，啊不断的修正吼，啊安尼你来发挥迄个重，那为什么不要啊来发挥重的能力啊？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如果是虚拟货币的话，因为它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标的，有非常高，它还是不合理的高，它会去买。那这样子会不会说，我们赶紧我拿那几个有一个偏执的偏见公安嘛吼，啊会不会影响你们这个的判断？这是第一点，好啊，第一点我先问一下，再问第二。基本上吼，就是讲金融市场都有人为干预啦，啊，先摆问的这问题就是讲，伫林佳龙他以前初选的时候有拄到，林佳龙拢是10几块，蔡三公司几块18块，有一天可能我猜啦吼。蔡其昌的支持者或是他们的人，就从18块拉到99块，但是隔天就嘟嘟又跌下来，为什么？啊，这个市场嘛，啊，哪个看到有套利空间？对哦，如果我们在座每个人认为说啊，蔡其昌不可能出现，而且属于套利空间，大概都在危机啊，啊，卖了它就价格跌到最后又回到未来原点的空，市场有人为干预，啊，市场嘛会有力量进来把它干预。哦，啊，所以拢一直修正嘛，等于讲你袂使干来看一支投出来就好啊。其实他看他常态的一个分布，哦啊，市场也效率，晓得市场效率有啥种的，有又强效市场的，就像台北市资讯都做了刚有新闻，伊交易量大，修正就紧。啊，有种的拢无新闻，马祖金门，你根本唔知影到底是咧算啥物看无，哦，还有是弱势。是消息面弱于股价，哦，就是一种第三种，一种就是股价充分反消息充分反映股价，啊，台北市就是股价那个消息面会及时反映在股价上，所以你要看区域来分一下，所以你讲黑马座哦，马座跟金门的选举哦，我们的这个九尾落差为什么？基本上你看到当地人还不准。还要看到金门马祖在台湾的人怎么想的，哦，因为里外的人回去投票影响更大，而且资讯都没有充分的展现出来，为什么？
媒体都没有看到，那你不见得看不到你的资讯啊，所以就没办法充分。所以我们这种预测，越小的议题越没人关注，议题老实讲就会失真。你别打工，我在选你顶，然后预测一下，我开始，那就靠不了，怎样就叫人来预测了。好，而且资讯面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一言预测，我们只敢预测六都，其他一言不敢预测。这样我们没地方多啊，对不？还有是你没有消息面，没有各种资讯，他也没办法参与预测啊。好，所以半导体有人为的干预，往往会市场会自动去修正。好，这是已经被很多验证出来了。好，谢谢。好，来，来个五，好。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顶摆啊，迄个美国一个好像什么鸟类啊，什么算学家去南美做迄个 BBB 啦，哈，伊个 circular meal 哈，就是讲咱即款啊，伫咧做这调查有迄个资讯街的那瀑布安尼，啊，大家对咧行，那个，咱即未来证券交易所一做，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还是有排除掉的这样？没有了，我们这个也会有干扰性的哈。阿总，你就提供，因为我们的很清楚的说，很多资讯进来以后变成价格，基本上这个价格就已经整理过一次了。哦，去看完了预测的说，完了预测，啊，后来台大政治系的邀请我，啊，跟一个国民党的操盘的一个台大政治系的教授黄永泰老师，他说政大选东西会上来，选前把预测结果密封给他们。然后开前头再来开说写预测三种方式比较准，啊，结果洪永泰老师就是一这两是这辈子将总坚信的，跟这南力基本盘不变。啊，结果大家就是要看他笑话嘛，你讲一直坚持，你讲伊就一直讲我南力基本盘不会变嘛，你讲这个政地缘政治没变的嘛。啊，结果一直归类讲没有，我民调是参考50%，你讲一个20%是个人圈子，30%参考未来深交易所。伊就讲我讲，而且这民调查有空面、地面的，伊讲组织盘，啊，甲这空气票，空气票伊就参考未来先交易。啊，所以说基本上很多预测的都是做推估，那你民调查拢做一半，为虾米？出来结果理论来讲，他应该公布的是讲，哦，柯文哲55-45，这才叫民调。你总不能跟我讲说，38-17，啊，所以未表态，我讲未表态，虾米？啊，到底上瘾啊，够不一定。以前是38的贵博，啊，说我们的民调出来只是做民调，他没有帮你推算说最终结果怎样。说我们的民调他只做大概做一半而已。你要出来跟他讲说，哦，柯文哲会55-45赢，哦，这或是60-40，你要最后推估嘛。啊，我跟我的所有民调公司都没有人做推估，哦，按照这个部分，啊，推估很困难，机面值啊，可能不好讲的，讲你要有些数字怎么把它过滤筛选。啊，我哋卫生交易所这是面，这出来就是用100%啦，因为大概有计算，我讲这是一定要把它清除掉。多谢。好，来。我问一个问题，要看这网站来交易无？看是面啊。未来实践交易所。面啊。哦，面交易。我有一个会员哦，伊家己拿交易。他家己成立一个部落格，叫做“无情真实的未来世界”。哦，而且就无情真实的未来世界，而且就天才的，就天完了够天才。完了教育这个物件，好，伊就先我写一篇文章落落等，但伊这大人来龙去脉，写个比我较详细。嘿，爱特讲秘密，我写不了，伊讲我不能讲合作好啊，爱慢慢查完。伊就家己来教育，啊，家己写文章。哦，因为到处打文章，所以很多人都以为那个是我们写的，那个只是我们的口味。爱打电话的主要可以写文章，哦，基本上我们那种学者，所以我们是较开放，连数字都开放。啊，伊要来看，要来弄可以，伊拢不要紧。啊，我连该收费是中选会，要规避这个，所以我们不能教育这个问题。啊，你180,000的 member， 啊，只收100块，啊，你一个月都，我阿侪人交啦，因为这拢有一挂人。伊可能即个选举了，伊就无兴趣，就无去，所以会员拢维持一定的流量伫个。伊是前前后后有180,000人在里面投。我是讲，我安尼营业额真恐怖。对啊，真恐怖。我嘛希望是安尼。好，来，搁有啥问题？台中市。
你敢有依诶依据诶房地产诶？房地产我是了有，但是我拢无较注意，现在看。社会的财经的，阮房地产拢有咧预测啦。安尼财经的。财经。无你点点点点嘛，你点点迄个。我这个应该应该首页啊，首页往边啊，边啊向前看去，这个把它拉过去吧，帮我向他。我预估是台中的房地产是要起的，变做。啊，阿斌啊，你这个房地产没起也没得。所以，群众的智慧展现反映在价格上，哦，这就是这个物件。所以，侬忙就是跟你话厉害话厉害，现在。所以卡拉有讲到一个，迄、那个，哎，信专家，信专家，对吧？不是信大家，不信专家，对吧？所以大家讲专家学者，迄个我讲全部都没讲谁呐，哎，搬出来专家学者，你听到够还比较？这一季的预测人结束，他还没有放，还没放上去。没有放上去啊？对，因为我们是一季一季以那个，以及营建署的那个的清算。好，啊，两岸有什么议题可以预测？两岸我本来就以龙尾包有马习会啦，或者是像那个服贸货贸啦。可不可以点一下？我们看两岸有什么？国际在过去两岸，互设代表处呢？主席会。对。这是有出现这些，这样啦，啊，这主席会啦，哈，啊，这款的是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这样子月份，啊，月份，那看起来都不，明年都不大可能，目前的，哦，我想为什么？哎，价格都很低，哦，啊，一算一算主席会是等于担任国民党党主席嘛。那明年的国共论坛，您刚没参加哈，就是这些指标，对，那看起来应该是不会。那你不要预测那个马英九会不会进那个看守所？好像还没有放，还没有放。因为今天人外口拢在喘呢。哎。够来，家门哈啊！因为我感觉这个是很有趣的，安、啊、尼好像有时候很少的大胆哈啊，能够预测的很毕业的破较精准哈。啊，我今晚是讲你们这个议政是 forecasting 嘛哈，会继续发起好不好？啊，安尼噶一般好像企业公司在用统计学在要追踪那个产品那个快乐体验，应该是不一样的嘛，不太一样哈。啊，您这个预测就 forecasting， 那应该你在做任何预测，两个中心论题，一个是 risk， 一个是 uncertainty， 就是不确定。对。啊，这方面您有期，譬如讲用安尼期货交易安尼，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把它这个 uncertainty 该勇敢给创造？因为哈，人家就是咱讲的，从做民调查里面，包括是市场在做调查，或是你做固定样本追踪，或是使用的消费群呢。就是目前我们的话，先抽样会有困难，它、跟抽样跟母体会有问题。譬如讲，好啊，来即嘛，我甲讲双酸基上面单一就好。昆林关内底有24%的户籍在云林的住在外面。啊，我们做云林的民调时，我们都加权把它推估到100%。啊，我们先不要讲它的投票率，问题的是讲，我以76%的意见为100%。印尼外靠，咱台湾有2300万人，结果实际上出台湾的不足2000万。
啊，我每次算的时候都算2300万，好、哦、啊，这就是问题在这边嘛，好、哦、啊，我就是要跳过这问题，所以我经济学说，我就是就是不管那些，我要把那些都抛开，我就白管你啊，管你要每天都白管你啊，好、哦，管交易的人有没有资讯，我只管进来做交易的人一个有没有资讯，哦，所以我们现在后来上学期有一篇期刊论文发表的提供。我们针对你里面，譬如说过去你的交易的准确度，大概抓了40几个指标去检验，这样交易过程弱点会不会跟我们的结果会不会接近？我们去关心这些交易的过程而已。你讲啊，你大概拢你一切拢都做的呀，所以你前置应该是做的。啊，你比如我，你都讲我讲每次拢来来干扰的，拢来乱的，我是不是要把它剔除掉？我们只关心到这些而已。其他的不是我们关心的啦，哦，因为这就怕一定保证，你说18万人，这是全部都进来，我也没办法保证他代表全部的人。嗯，哦，阿美琪，如果你用经济学的工，我们认为有一部分人是有意见，有代表性的意见。比如说一种胡志强，一开始说不选，要去接监察院院长，他这样等一下，马英九还没找他，前一天就开始往上飙，说代表国民党选台中市市长。啊，这一定是排队人在参议啊！啊，我还没见报，为什么？啊，你问我为什么涨，我也不知道。但是过2-3天见报了，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哦，而且是国民党是人资讯人没有去充分反映，我们只能这样子来解读。啊，你讲跟那些我们比较能去跟目前的市调方式去做比较，很困难。哦，因为我们出来就是一个，除非说有些人会委托我们，我们再去做专家反问这些参与下单的人。他凭什么下单？你的依据是什么？他有什么建议？他否则我就只能做数字的答案而已。啊，对。啊，你是你的这个预测波卡型的每手方法是什么？是两个都有还是总？主要是一种就经济学而已。是 qualitative 还是 quantitative？ 基本上是前者啦。哦 ，qualitative。嗯，前者。定性。对。好 ，Hello， 哈哈哈哈哈哈，等到我进者吼，等到我进者，那个有啥问题无？咱老板先拜。是讲诶，执行长吼，啊，就你的公司，你这是算公司还是财团法人还是基金会？我这是公司。公司啊，啊，你盈利是变哪盈利？就是靠收费款，之前我是基本上我较无咧，之前是以那个之前的营，他不都以考虑营收为目的，哦，他照的是他确定说在以这个论文期刊都是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被接受，哦，因为预选型正大请成立起来就是，预测市场研究中心，那在台湾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东西发表20几篇期刊论文，哦，对，跟学术合作这样子。哦，还突然讲，全部都变成商业化，变成商业化。啊，你这一天浏览量嘛，网站浏览量就攀升了。目前你整个台湾，它排名大概700多名。700多名。啊，过去就是讲，很多人就是注册会员，他不是交易，他看资讯。哦，现在改成收费，完全才过滤部分，就是不需要那么多，我们是要能够交易的会员，而不是想要看资讯的人。一个月交100块了，对，啊，一届要交一年还是？他可以产月缴、半年缴、他季缴、年缴都可以。嗯。很有趣哈，哎，够不？你够不？啊，有关于欧元今年的趋势吗？有了。欧元好像也有了，还有，因为我们财经。欧元啊。美元、日元、韩元、人民币、新加坡币、日元、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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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新
会把它增加欧元的部分，可能他没有澳欧元的部分。经济类喜欢是上大，交易量上大，拢是经济类。啊，有没有看到今年的景气？有啊，那个都有，刚刚已经看到。2015年。对。这个点进去也是都是做的蔬菜水果价。这个是以每公斤，然后这个价钱再看是11.56块，一年小数点，我把它整数化。就是高丽菜，公斤11块，青葱52.9，香蕉42.9，剩你番茄你可以想要买43，石斑38.45，这是每公斤的价钱。那今年台湾的景气，我们看看有没有预估。台湾景气指标一查，一月份绿灯，我预测是一月份是绿灯嘛？对，各种工业指数啦，制造指数啦。蛮不错的资讯哦，这里爱展览这里啊，这个蛮重要的哈、哦。有没有预估将来台湾跟中国，中国跟台湾是合在一起啊，分开？美国艾尔大学他就会预测两岸会被战争。哦，他长期放着，两岸会被发生战争。哦，对，他的龙也落坡，对，他们龙也5%了。对，不会发生。美国一路给的预测。5%啊，所以你是还是？蛮安全的哈，蛮安全的哈。一般我们的几率大概60的，60，650还是一半一半的变数，如果低于40，我们就发生几率就很低，对。刚刚我预估迄中国后摆会安那演变，有人讲迄8块论啊吼，比如说中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预测一定要有一个叫清算的事实，一定会发生的事实嘛，照着清算嘛。那不就是讲，两个月份嘛，基本上这种代志就是讲，他比较没办法，除非说他已经有点变动了，再去预测那个结果。譬如讲，我们王章惠上个月我去看1月份还很热，因为我们跟门见面嘛，突然间你现在连王章惠你都不用见了，今天下台了，包一起下台了，对吧？对呀、啊，对吧？那这种变化就很快了，对。我们看一下那个。蔡英文对抗那个朱立伦的决战哦，刚才有瞄到。对，对，蔡朱对决。今天吼，我这种的叫做条件几率说，就是讲，假设是蔡朱出现的几率，43%。43%。对，两个对决哦，然后蔡英文胜出43%，在43%里面39%。朱立伦胜出席才43%里面30%，因为这有的前提条件，先产生了以后才会有后面两个价值。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新的条件几率的一个，很多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有很多组合出现，几率怎么样？过去跟他可能跟他见面，你可以先看这个。2012总统大对决。这个是民进党如果提名，会赢的状态，蔡英文47%，苏贞昌38%，吴敦义啊，一般基本上。国民党提名吴敦义2%，7%，朱立伦4%，王俊明5%，对啊，那应该是，来一盘好菜，我今天没变化是安尼。对，来一盘好菜。好，来，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无？无咱热烈拍掌，多谢咱的黄秘书长啊！啊，咱协会吼，我赶快有准备一个感谢函哈。好，谢谢。来，那个先关掉一下，Hello。好，谢谢，好，感谢，感谢。
所以这个代志吼，爱有迄、那个咱活伫现代的社会吼，这個、科技的力量吼，科技的力量是蛮重要的。伊要挂着，那个我们那个东西要给他讲。这科技的力量是盖要紧的哈啊，我们有众人的智慧，所以民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他那那个讲起来真要紧，那是一个教授在讲，你伊在讲那个美国台湾政府啊，去占领中心新村啊，伊讲那个合法性哈、啊，你才有多少人啊？你要对抗，伊讲那个台湾人主力，这拢咱的，咱那个讲起来拢咱的，这拢咱的，咱的上好哦，这是上好啥呢？啊，伊要讲。恁明仔载拢免上班嘛，先睡觉咧吼。啊，讲是会使讲，但是你会有偌济人甲你支持这个物件吼？这个是讲是我的权利哦。外面工厂，最严重的就是跑去那个泾河，那个南屯路那里嘛，那个就最严重的，就自说自话的。啊，你讲是会使，啊，但是偌济人甲你信哦。上严重的就伊嘛是有权利的，伊嘛是在听你讲啊。啊，讲到尾就是泾河嘛。当然，其他安静又和平一下是，对吧？啊，我迄个教授人讲，咱爱了解，唔通家己安尼意识形态咧作怪吼，众人的智慧大过一人的智慧。啊，有700万、500万的民意，啊，你说100个人盘踞在那里，那个是不可能。啊，佮有就是啊，你叫拢要叫美国来做行规，然后去美国的人，你就知影。美国的老爸就无决定，伊的后生还是伊查某囝爱嫁什么人、娶什么人、爱做什么款的行业、爱创啥，伊就无做一种的，安尼甲扛过来。啊，咱拢一直咧叫美国总统，你算出来以后，爱来做啥工作？伫台湾爱做啥工作？这很奇怪的事啊，哦，这很奇怪啊，这足奇怪，伊拢敢叫美国总统爱做啥？啊，你家己本身伫台湾。你拢不爱插啊？要至少门先起，啊，拢叫美国总统来给你叫做，给你处理你的垃圾问题啦吼，处理一下。啊，你家己拢不爱面对，这个无可能的代志，这个太荒谬了，对吧？啊，这个伫外国的人，啊，只讲啊，定咧咧写批要写，写批当然你会知写，你要写叫迄罗马的教皇，哎呀，紧来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我这是罗马教皇机关，安尼好啦，我有一祈祷啊，我们就就写咧两部什么上。重点是，你无咧做工课啊，对吧？啊，我听讲顶下有一个人讲，伊怎啊活到几岁啊，拢要走到台湾，拢转来就歪出去啊，奇怪，那搁等于美国去啊。所以你要了解那个智慧，我们去演讲，我可以找出那个录影。哦，我今天已经活到60几啊，这条命是有够啊，要走到台湾哦，这个很好了哈。那也许那什么跑去美国，当然一去美国去找个美国，那活紧啊，就是我哎。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咱我家己学习，我们不是在说谁什么，但是咱开始慢慢的哦，随着这经验，咱就愈来愈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安尼是比较。咱的话题，它很实，比较实在，哎嘛，比较扎实一点哦。千万唔当一厢情愿哦。像迄股票也是同款哦。股票，以股票的人是啥？叫做贪心和惧怕的交叉点，就是那个线哦，就是一条线。如果又爱又害怕，就是那个曲线。那个曲线就是又爱又害怕的曲线。你每天就在看那个。哦，所以这个人性，我们慢慢的理解哦。啊，这所以怎么样？要安哦。啊，若讲教会，你就知影耶稣讲，众人来做我的门徒哦。这个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迄个是概念，迄个是整个涵盖。啊，若其他的就是挥我族类，结会善类，就是我的上健康，其他拢无健康。耶稣是讲，迄时阵啊，伫圣经嘛咧讲，伊听讲啊，迄个啥叫做？嘿，不是犹太人的，应该做什么动作？做什么动作？做什么动作？啊，我就看到，这个有点像本土台湾人，这个足像的，只有本土台湾人他会在集结，哦，本土台湾人他会在投票，本土台湾人他会在创啥？啊，其他都未使，这很奇怪了，哈、哦，啊，他们嘛是伫台湾出世，啊，咱是什么款的族群？
所以咱嘛无奇怪，因为伫以前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都在讨论，和所谓的非犹太人该怎么处理，他们都在讨论上，所以弄加这些高门槛呢，可以自动无法度进入。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讲加爱拢只要维持几个基本的原则就可以了。所以咱就讲，我做你建立来讲，咱就我做属地主义啊，属地主义。反正你认同这个土地在这里的行政，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今后哈，透过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子，啊，希望咱大家会当增加咱的地形哈，会越来越好。好，我这预告哈啊，咱有这里2月27号哈，星期五晚上7点钟，在台中老虎城哈，我们也要包场，要看那个史明的纪录片哈。啊，这个是相当精彩的一个片子哈，有谈到很多有关史明回上他的种种点点滴滴哈，好吧，鼓励大家哈，尽量来索票哈，啊，这个我们在这边啊，需要看这个电影的人哈，啊，你就来先报名一下子哈，啊，有人问这个看史明的纪录片可不可以吃爆米花，还有喝可乐哈。我想这只要去电影院应该都可以了，因为你若无食爆米花，无食一个hot dog吼，搁啉一个可乐，敢有先看电影？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没有包括在里面，那个但是可以在电影院啊。然后阿丹奈是不是可以到其他的地方看电影了？因为那个场地哈，那个场地决定那个看电影的 feel 了哈。你要有去电影院看那个 feel 嘛，当然我们可以跑去中心堂那里看，但是那个 feel 都不太一样，只有在电影院才可以感受到那个 feel， 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的哈，这个是跟各位报告一下，非常特别的代志哈。我们预报一下下个礼拜哈，后礼拜咱请了一个叫做行善团哈，行善团伊就是对造桥铺路的哈，他那个叫做宝岛行善团哈，波多行善。下礼拜伊会来甲咱分享吼，因伫全台湾吼啊安怎造桥铺路啦吼，做真侪东西，啊嘛有起厝，替人起厝啦吼。在座各位恁若厝要袂起的吼，嘛是会使甲伊联络一下，也许他那个价格，你来找我们阿斌啊，他开营造的可能费用高一点啊，他那个行善义工团来帮你盖的话，空间。造价会比较实在一点，所以这个是蛮不错。啊，是讲你有啥物困扰吼，啊，家己感觉家己的困难有限的吼，啊，因这是一个基金会，嘛是一个协会，透过众人的力量吼，啊来完成吼，这个是袂歹吼，所以我希望后礼拜嘛就招较侪人来吼，啊，奖榜有愈来愈侪人吼，会当加入到小波，咱应该是爱分享。应该分享出去，让人家知道啊，有些好看的。啊，现在社会知识就是力量，哦，知识就是力量。比如说啊，你有看病，你唔通就是外口所谓医生拢会用钱，大部分。但是你若找到张启忠医师，哦，你知识就是力量，你就知影张启忠医师就会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咧找其他嘛，赶快挂号，但是伊就恐惊效果无遮好，哦，所以知识就是一种的力量，你爱知影，系要去安怎去做，哦。像刚才那个未来世界，你有这个，啊，你搁参考所谓自由时报，你的头壳就会清。啊，愈清楚，你就愈袂用叫人伫遐左右，哦，伫遐左右来左右去，啊，对人伫遐。摇摇摆摆，安尼足够幸存吼，啊足够幸存，你就感觉台湾没有希望，迄就是咧幸存的现象哦。你就感觉啊，看起来拢台湾无希望，还表示咱一个人行啊。因为我们在一个变动的这个范围里面，咱系平衡中枢一点无。啊，你若知影 FBI 讲台湾是全世界第二位最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你主人你就做得慢的，你就袂听对人咧精准啊吼，啊无人就讲叫你买这個，你就买这個，叫人说，这个就是所谓奴才嘛，哦，所谓咱讲来讲，我们要脱离那个奴役状态，这个就是啊，因为你没有知识，你就无力量，所以你就唔知啊，所以你就无人判断，啊就只有听人讲，啊他大声就赢，啊伊若扑输，啊就只个扑输扑的，啊咱就信扑输扑的，
啊，那泡水泡泡泡，咱就搁是听爱泡水泡泡泡的，啊，这个永远都是啊，健看伊甲你讲啊，无地就来看电视啊，看看就叫诶电视啊，温良恭俭让的吼，啊就叫关起啊，哦，温良恭俭让叫关，诶，很多事，咱因为参加啊，真侪即关心台湾，所以咱参加即组织，啊，咱嘛有感觉以前像我来讲，我讲迄个民政府诶。啊！伊甲我讲，啊！你结界都参加民政府啊！我讲，哎，你讲个真熟悉，但我已经把遐名片拢摕单掉，因为那个是以前的过去啊。无爱阁讲啊，哦，无爱阁讲啊，吼！伊讲你敢是做啥物国际部的部长？我讲我着不管部啊，不管部啊，吼！专管就是咧管林志坚的啊，其他都无咧管。所以这个是正确。嘿，美国单政府嘛同款。咱讲为什么咱会无爱？我个人会无爱去甲创个重心，是因为我感觉迄资讯就是无正确个资讯。因为伊为什么？因为迄咱甲国务院的迄批，迄每一张批我拢有看过。啊，国务院有批啥无？逐项拢无批，所以我就讲啊，这袂使是。所以这袂使安尼做。伊讲啊，美国拢讲好，我讲你是安怎讲？你是用交代，还是用讲，还是用迄假设？吼、哦，所以讲，啊，你若徛出来，美国就会徛出来。啊，我来问吼，就是，啊，若徛出来，美国无徛出来，你是善后，对吧？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摇摇欲坠的那个心跳起，哈、哦，就会看到那个情况。啊，就伫啊，卖啦卖啦，去用掠去，爱卖啦卖。嘛不是你啊，其实我看迄警员嘛是真客气的，他们也是大事化小事，哈、哦。当然，这个是配合特殊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前嘛，刚才有些管辖权啊，他没有主权，所以这个配合，所以现在警察嘛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凊彩凊彩处理哩。啊，无啦，真正的代志，就恐惊阁唔是安尼啊。哎，真正代志就是，啊，遐个人讲要走台湾的啊，一时啊就拢买机票，紧来等于洛杉矶啊，哦，所以很多事那一点，啊，这个东西就是。啊，各位分享，我们随着咱的年岁，随着咱的知性的增加，我们的智慧也要长进，才不会跟人家那么随波逐流哦。但那个各位报告，好，啊，我咱今仔的聚会就到这结束，感谢各位，谢谢，咱后日再搞见面。